Hello， 有我唐生，咁咧我哋今日嚟到呢個珠海斗門嘅一個盤咧，叫新力灣啊！呢個盤咧係一個大盤嚟嘅喎。咁成個珠海即係二零嚟緊，即係嚟到2021年咧，我哋而家去到2月嘅一個，譬如月底啦。咁成個珠海嘅樓價同一個之前賣啲盤咧已經係清曬貨啦。咁仲有啲盤未推出嚟，但係即將面市啲盤咧價錢都會比較貴嘅。而家呢個盤咧係一個性價比相當之高樓盤。 啊！呢個均價先賣11,200，但係裝修咁特價咧都有11,000幾喎。咁呢幾日咧都會有新貨推出嚟，佢有全新嘅7棟會加推嘅。咁我哋之前應該係半年前都嚟過，同大家啱啱開盤時同大家拍過㗎。咁當時咧仲係起到好矮嘅，而家咧都接近封曬頂㗎，好似呢啲咁嘅應該就冇咩貨啦，好似咩1231棟啊。咁佢嚟緊加推咧就第7棟啦。咁啊到嚟咧，佢呢邊咧就係一個商業街啦，有幾千平方嘅商業街。 佢呢個盤咧，當時佢攞地咧係一個半山嚟嘅喎，佢半山開發咧，佢嘅成本會比較高。咁好多人中意咧，即係佢地基可能會比較實淨啲，會比馬路會高啲，係啦。因為珠海咧，佢係一個叫低洼嘅沿海區啦，所以呢個喺半山入邊嚟講咧，都係俗稱為一個叫豪宅或者質素會比較好嘅。咁咧，我哋今日揾發展商銷售阿 Nico 同佢哋介紹下。嚟唐生，歡迎嚟到我哋新力灣。呢排係咪有好多特價啊？係咪有啊？大家同大家講下，性價比非常之高㗎。咁大家唔知對於我哋新力灣有冇了解到？同佢介紹下啦。係。咁可以睇到咧，呢個係我哋個品牌一個介紹嘅。咁我哋項目咧叫新力灣。 公司咧係三力控股㗎，咁三力控股咧2006-2010啦，2019年咧喺香港嗰邊上市嘅。如果有留意股市嘅項目咧，其實都可以睇翻咧股票代碼2103㗎，可以了解下。咁我哋咧係全國一個房企嚟嘅，總部咧係位於上海，咁全國4大區域50幾個城市咧都有項目一個所在地嘅，係啊，發展都比較快啲。咁我哋可以睇翻大灣區呢邊咧。 惠州個項目會比較多嘅，有10幾個，包括咧依家最受或者係已經交樓嘅，咁廣州、中山呢邊都有，最近咧係我哋嘅廣州、中山南區一個翡翠灣嘅，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啲。咁2020年咧，我哋中國房企綜合實力係前30嘅，咁對於小區嚟講咧，其實物業都非常之重要嘅，我哋咧係自己嘅物業。 滿意度咧有高達97%嘅，咁我哋新力灣咧作為珠海第一個項目，我哋咧其實都係想話作為一個比較尖端啲，係比較一個標誌性嘅一個項目嚟嘅。即係咧，佢新力灣上市公司啦，可唔可以介紹下樓盤區域啊，而家賣嘅情況？可以啊。 唐生，咁依家咧，我哋可以睇到我哋嘅電子區域圖㗎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咧，咁我哋項目咧係位於西部呢邊，西區呢個核心嘅一個位置，珠江大道主幹道嘅南側嘅呢個項目嘅。咁我哋位於主幹道上邊咧，其實個交通係非常之方便㗎。咁可以睇翻咧，其實我哋如果香港客户可能就比較留意翻我哋翻香港一個距離嘅。咁目前咧，其實選擇上邊咧都係比較多元化嘅。 可以行翻我哋個機場高速咧，咁沿住我哋珠海大道去翻我哋個港北呢邊咧，其實就會話錯峰咗我哋湖心路呢邊比較塞車一個情況嘅。過去咧大概就係45分鐘左右嘅。咁可以睇翻咧，香海大橋預計咧今年會開通部分嘅一個路段㗎啦。咁我哋行翻珠江大道，行翻香海大橋。 過到我哋市區嗰邊咧，大概係30分鐘左右嘅，比依家目前行翻我哋珠海大道都要近翻好多㗎。咁窗湖路咧，大家都知道1月1號就已經開通咗㗎啦。咁咧，我哋咧行翻窗湖路，咁你行部分嘅一個金灣路咧，去行翻學大橋，咁接駁翻我哋港珠澳大橋去過香港咧，其實都係非常之方便咧，大概係45到50分鐘左右嘅。咁我想問下，你哋新力灣距離窗湖路有幾遠咧？ 我哋如果行翻呢個橋面過去咧，其實大概就5到10分鐘，唔到8分鐘左右就足夠。即係計佢6分鐘啦。係。咁咧，我之前我哋行過湘湖路，通過金灣，即係10分鐘咁上下啫喎。係啊。即係平時行湖心路咧，可能要成20分鐘喎。係，湖心路因為紅綠燈比較多啊嘛，特別係我哋上落班有一個高峰期嘅。咁可以睇翻咧，如果行翻湘湖路。 去航空山城呢邊嘅大概都係12分鐘左右嘅，即係一共去到10零分鐘。係啊，跟住再從呢個金灣翻到港呢個河大橋。嗯，就都係十幾廿分鐘啦。十幾廿分鐘，即係30分鐘就可以翻到呢個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咯喎。係啊，非常方便。係。
而且選擇性用邊咧都比較多元化咯，多啲。即係我哋好多香港觀眾咧係唔了解新力灣呢個位置嘅，知道性價比好高，甚至我哋之前都宣傳過啦。但係而家咧，佢嘅隨住呢個雙湖路開通，即將嚟緊有一個香海大橋都到時都會接駁呢邊係咪？係係。哦。咁咧，政府其實都會就一直咧好支持西區呢邊一個發展嘅。咁可以睇到咧，目前以前咧都係珠海大道為主咯。咁今年會開通咗我哋嘅香海大橋。河北大橋其實大家都好關注，咁依家目前都開通咗，而且咧呢個高速都係免費嘅，係目前都唔使收費。咁可以睇翻咧，其實我哋周邊一個配套都係比較齊全嘅，係。咁我哋咧可以睇到咧，同大家介紹翻我哋嘅學區咯。自己咧係自大有12班一個公立幼兒園噶。咁小學目前劃分咧係新青小學，過去大概係5分鐘左右，呢個都係校巴車可以接送嘅。咁我哋個中學咧劃分係差唔多呢個位置嘅，過去都係5到6分鐘，就係我哋嘅珠江實驗中學。咁斜對面行路過去大概係600米嘅，過個大馬路就可以到達㗎。呢個咧係華中師大珠海附中嚟嘅。咁其實呢個高中嘅一個師資都非常之大嘅。咁未來咧係可以容納6000個學位嘅。咁對於我哋周邊嘅一個人才嘅一個引進啦，或者係之後一個升職空間係非常大嘅利好㗎。咁可以睇翻咧，等一等去沙埔會睇到，我哋係自大4700方嘅一個商業。咁對面呢度咧，過去有個盛夏購物廣場，這個、呢個咧我哋嘅日常所居其實都可以滿足到嘅。係，咁再遠啲過嚟咧，大概係10分鐘左右，喺尖峰大橋落嚟呢度咧有個富源廣場嘅。富源廣場總建面係20萬方嘅。咁第時咧都係2022年9月份左右去使用。即係喺尖峰大橋，即係我哋啱先經過嗰邊啦。就同一條主幹道上邊嘅，就珠江大道直接開過去就得㗎啦。係，咁過去咧大概係10分鐘以內，呢邊咧係已經有大順新都會同埋希爾頓5星級酒店簽喺呢度嘅位置㗎。咁啱先都講到啦，交通非常之方便。行翻雙湖路過嚟呢邊咧，其實呢邊有個華發商都大概都係，係啊。咁呢度咧，我哋過嚟都係10零分鐘。其實呢個配套我哋都可以同等去享受嘅。即係交通方便啦，仲有大型嘅商業啦。咁可以睇翻咧，其實距離我哋差唔多係3到4公里咧，有個專醫唔遠噶。因為好多香港客户其實都會比較注重呢個醫療方面嘅。咁呢個咧係西區最大嘅一個三甲醫院係，咁距離我哋咧咁近嘅一個距離，對於我哋之後嘅一個醫療保障咧非常大嘅啊！咁可以睇翻咧呢條紅色嘅路段嘅，紅色路段咧係屆時規劃有呢個廣福公主城軌，大概咧我哋3分鐘嘅地方咧，呢度有個新青站都係叫斗門站㗎。咁未來咧，其實我哋搭乘呢條城軌路線咧，去嗰個廣州啊、福山、中山、江門呢邊咧，大概係30分鐘就可以滿足到啦。即係距離你哋西灣樓盤大概3公里。係，3分鐘。3分鐘。係。叫新青站。係啊，新青站。即係廣佛光珠輕軌咧，就嗱，佢而家咧就行到橫琴啦，橫琴到機場。係。第二段咧又經過金灣，再過嚟斗門。會經過呢邊嘅。會㗎。哦，即係紅色嗰條啊。係呢條路線。咁嗱，有輕軌啦。有賣交通方便啦，咁周末啱先講咗就係周邊一個好大嘅中醫五院，係醫療方面仲有咩市場啊，即係吃喝玩樂，包括讀書都有賣，係啊。咁學區咧全部都係一大塊全零段啊嘛，咁有啲咧會比較注重嗰個身體嘅，就平時咧有換嗰啲。咁小區入邊咧其實個配套都好齊全，等等會同大家講下。咁我哋過嚟咧大概都係7、8分鐘左右咧，其實呢邊咧有個尖峰山公園，尖峰山公園係斗門市民公園。其實呢邊咧真係好多小朋友、老人家周末咧陪啲小朋友過嚟呢邊都好多嘅。咁都係我哋呢邊嘅配套之一咯。冇錯。嗯。即係其實而家斗門發展好多新嘅政府大樓規劃都喺呢邊係咪？係啊，咁中間呢邊咧主要都係政府一個辦公單位咯，好似出入境嘅一個管理中心、稅務局、法院啊、檢察院咧，都係珠江大道呢一條路線嚟嘅。咁可以睇到咧，其實政府都係非常注重呢條主幹道上邊嘅一個發展。咁我哋作為主幹道上邊臨近主幹道嘅一個項目，其實未來嘅升值空間都係非常之大嘅。咁而家均價賣幾錢啊？均價咧係12000到12500左右咯。12000到12000幾，但係裝修嘅。正裝修。OK， 咁我介紹下，好啊。OK。咁同時咧可以睇翻呢個係我哋沙盤一個模型嘅。
可以睇到咧，我哋啱先講到咧，項目喺周邊嘅講咧體量比較大嘅。咁我哋咧項目總佔地咧係90,000方，建築面積咧23.8。2.0 嘅一個低密度，綠化率咧35%，咁大嘅體量咧，其實呢個數據嚟講咧，控制得係比較好噶。總共咧係有23棟1,608户嘅一個大社區，主要咧分為兩期去處理嘅。前邊咧係一期咧有15棟高層嘅，主要咧係23、24同埋26層為主。咁二期呢邊咧係8棟嘅一個用房嚟嘅。咁洋房嘅性質其實都成個小區一個等次咧，其實都會提升咗噶。咁一期呢邊前邊咧可以睇到，仲有4,700方嘅一個商業嚟嘅。咁我哋日常所嘅其實6樓就係基本可以滿足到噶啦。咁喺我哋位置左手邊呢個位置咧，其實咧係我哋12班一個公立幼兒園噶。咁市區小區咧自帶商業，自帶一個幼兒園，係第時咧喺呢個位置。目前咧可能睇到係一個山體，咁呢度咧會係一個36班一個省一級嘅一個小學嚟嘅，即喺山體嗰度。係啊，哦，其實我哋小區呢度咧本身就係一個山體，係，哦，產品佢去建呢個小區，其實好多購買我哋沙裏灣咧，呢，哦，個都係一個優勢之一嘅。咁呢個咧我哋地勢比較高啊嘛，咁落雨天嚟講咧出入咧更加方便。即係本身你哋嘅樓盤是一個半山嚟嘅，係啊，即係依山半水。哦，即係揼咗個山，跟住起個樓盤。係呢個樓盤，咁對於其實風水又講咧，其實呢邊比較私體。哦，係比較吸財啦，半山豪宅啊嘛，係咪啊？咁香港嗰邊其實半山全部都係豪宅為主嘅，係。咁我哋地勢比較高，而且個地基咧比較堅實啲。咁對於其他嗰啲填充為主咧，可能有個下線嘅問題。咁呢度咧，大家可以放心，呢個100%冇可能嘅，係。咁可以睇到咧，我哋成個方位嚟講咧，都係好方正，而且咧非常舒適嘅，坐北向南，係坐北向南嘅一個朝向嘅。咁我可以睇到咧，我哋全部做嘅係品式嘅一個樓房嘅。總層高目前賣緊咧都係26層層高嚟嘅。咁一樓咧係5.2米嘅隔空層，2梯4戶。係，咁對於小面積嚟講嚟講咧，非常之好嘅，因為好多其他品質樓嚟講咧，細面積都會有個遮擋，咁通風採光咧肯定冇大面積咁有優勢咯。咁可以睇翻咧，我哋目前加推緊嘅係7棟，7棟咧係樓王一個單位嚟嘅，因為咧佢前後望住花園，我哋實體樓咧嘅距離樓近距咧差唔多有60-70米嚟講咧，其實唔會有一個遮擋嘅問題。而且咧，成個小區朝南望住花園啊嘛，咁朝南嘅通風採光係非常之有優勢嘅。咁七棟樓下呢邊咧，主要係小朋友嘅一個遊玩嘅一個區域嚟嘅。呢個位置。咁後邊咧個綠化非常之高，佢左手邊咧就係我哋售樓部後邊咧係一個泳池嚟嘅，係泳池咧由成年區同埋兒童區域。咁佢右手邊咧係我哋超2,000平方嘅一個國領級嘅一個草坪㗎。哦，有個陽光草坪，係有個陽光草坪，咁超過2,000平方嚟講咧，個面積係非常之大噶。呢邊咧仲有一個休閒涼架，咁我哋啱先講到啦，尖峰山公園周好多小朋友啊嘛，咁我哋其實6樓樓下就有一個大嘅一個花園綠化喺呢度可以俾我哋享受得到嘅，係。咁可以同大家講下我哋主要嘅出入口咯。咁我哋主要嘅出入口咧喺呢度行翻去，左手邊咧呢邊有個東大門嘅，係喺呢度位置。咁呢邊咧有個西大門，東西主要兩個大門咧係全人車分流嘅。全人車分流嘅。係。咁所有嘅車位咧都係我哋嘅負1樓，咁人行道咧直接入到我哋嘅小區入邊。咁對於我哋小朋友咧或者有養寵物嘅小朋友人員嚟講咧，其實比較安全咯，係唔會有個車輛一個阻擋。咁個車位比係幾多？車位比係1.09，總戶數咧係1,608户。咁車位咧係1,420，其實基本都可以滿足到咯。即係商鋪出邊都可以停車啦。商鋪出邊可以嘅，即係接近1:1啦。係啊。咁佢比如7棟嘅話係有幾大面積㗎？七棟咧總層高都係26層，一樓係5.2米嘅一個隔空層，就2到26佢可以選擇啦。2梯4戶，咁可以睇翻佢8棟比較即係同8棟一樣嘅。8棟嘅面積一樣嘅。咁2梯4戶1室咧，邊位呢邊係110平方嘅。110平方，3房2廳2衛，南北對流雙陽台。咁中間2、3户型咧係101，3房2廳1衛，3房2廳2衛朝南嘅。我哋喺前面睇下就知道啦。
即係七棟同八棟一樣啦，就係隔離嘅。係啊。咁咧就回應到兩廳四户。兩廳四户。即係零一零四兩個單邊位咧，就係嗰個。110平方，南北通。南北通雙陽台。零二零三咧就係101，都係兩個廁所嘅。兩廁所。精裝修。係。就係一個陽台同埋兩個陽台嘅區別咯。不過可以保證到咧，都係南北通透，係所有都係朝南嘅。咁北位呢邊咧都係有個窗户去作為一個通風嘅一個性能咯。即係咧我哋呢邊講板字樓底一字排開啦。嗯嗯。採光間隔會比較好嘅。係。咁啱先講到咧，就呢個新力灣咧，以前係係咪啊？半山山體其實佢嘅開發成本都幾高喎。係啊。但係佢均價賣到12,000。嚟講咧，大裝修嚟講都性價比幾高喎，係嘛？而且係位於主幹道上邊，主幹道係樓下有商場啦，係咪啊？又有幼兒園，咁第時如果小學起翻嚟嘅話，咁成個小區一個配套又更加齊全啦。仲有咧斜對面，就啱先講到斜對面係華中師大專嘅附中啊嘛，係即係高中嚟嘅呢個啊。大概過嚟咧，呢度係600米嘅距離，過個大馬路，你步行就可以上到我哋嘅高中㗎啦。即係高中咧，就係有啲。老師啦，甚至啲家長陪讀咧，甚至都係租喺邊喎。係啊，咁6000個學位，其實個需求量都係比較大㗎啦。咁作為一個最近呢個高中一個小區社區嚟講咧，其實山力灣嘅業主都好有優勢咯，有需求。係啊，價錢就好吸引啦。咁我睇下户型咯，好唔好？好啊。咁陶生，我哋可以睇翻咧，呢一棟咧就係我哋家推嘅一個七棟嘅位置㗎。咁大家可以睇到七棟呢度咧，兩梯四户嘅一個户型，樓近距咧可以睇翻啦，真係實體可以睇翻呢個距離噶。樓近距170米，咁中間呢個位置咧，主要係小朋友嘅玩樂區域噶，係。咁對住過嚟個方位同大家講下，上北下南嘅，左西右東。即係前面係南嘅。係。所有嘅主陽台咧係三開間朝南嘅，客廳、次卧、主人房咧都係朝南。望住小區花園，咁咧對住樓間距又咁低啦，咁可以睇到呢個樓棟咧，右手邊就呢度位置咧係我哋個泳池嘅。室外泳池。係，咁呢個泳池有成年區域同埋兒童區域㗎，呢個咧都會睇就俾翻我哋業主去使用。咁對住佢嘅左手邊嗰邊咧，因為比較遠啊嘛，嗰度咧係我哋個超2000平方一個國領級嘅一個榕光大草坪嚟嘅。即係啱先喺沙盤講個好大嘅樓下就有一個草坪啦。係，咁呢度咧，大家可以睇翻個户型圖啦，就呢度啦，兩梯四户嘅，咁上北下南左西右東呢個方位咧係非常之明確㗎啦。我哋咁樣睇啦，好冇？嗱，對住呢邊啊，即係同大家講一講咧，因為佢而家咧仲起緊，係嘅，係咪啊？咁咧就應該係咪應該咁樣睇啦？譬如兩。單邊兩户咧就81平方，係嘅，南北通透嘅，就譬如呢個零四户型啦，零一户型一樣嘅，一字排開，係。咁咧就睇翻呢棟樓啊，係七棟嘅零二零三咧，係我哋嘅101平方嘅。咁邊位可以睇到咧？即係呢個譬如零四啦，嗰邊零一啦，後面呢度北面咧就一個佢一個嗱呢個採光位嚟嘅，前面兩個咧就係零二零三咧101，南向嘅，係。咁樣呢户型就好，佢嘅設計咧就比較靚啦啲間隔，三開間潮流。咁之前咧，我哋都有，我都嚟過喎。舊年你哋開館嘅時候，我哋拍過噶啦。係。當時咧就仲起得好矮啊。即係當時呢幾棟樓咧，係咪封頂啊？而家？當時你過嚟，大概咧係400呢一邊嘅。即係近馬路嗰幾棟啦，仲係起得好矮嘅。係。但係而家仲冇貨啊？依家係咁嘅，咁嗰邊咧其實會剩低部分嘅一個房源咯。真係好少量。係好少量。都賣得幾快啦。呢個價位好搶手㗎啦，好筍嘅一個價位。即係而家咧，好似呢個係應該係八棟，仲有冇貨呢個？八棟依家係咁嘅，剩低係啲高樓層咯。咁零二零三户型嘅咧，主要係剩低18、22往上嘅一個樓層。即係剩翻都好少數嘅高層。好少數。即係七棟咧，就啱啱盤七棟八棟一樣嘅，又唔揀啊！係，即係呢一次咧，就呢個七棟開盤，我哋特登過嚟同大家介紹下啊！呢個盤，因為喺斗門嚟講12,000，因為珠海嚟講12,000就好少噶啦，好少，而且咁大嘅社區，其實12,000咁大嘅社區係非常之少噶啦。你可能有啲得翻幾棟嗰啲咧，都唔止呢個價位，而且係精裝修，交通又方便啦。主幹道上邊嘅，即係好似呢啲都嗱，我哋去睇下一下啊，即係呢邊。我哋上次過嚟咧，仲起到好矮嘅，啱啱開始嘅咋。係。呢兩棟我記得咧，就係啱啱開始起，前面兩棟好矮嘅，而家都接近封頂啦。接近封頂㗎啦。即係幾個月時間。應該。所以咧，我哋個速度係非常之快嘅，基本上咧，你加推就
幾個一個月左右賣完㗎啦。咁咧泰芬其實咧唔止係價格咯，咁價格係一方面嘅一個好大優勢。咁咧成一個小區嘅配套，同埋咧個位置，係同埋我哋正宗西一個標準。咁佢管理費物業管理費幾錢個方？物業咧係我哋自己嘅物業，三力物業，咁佢管理費咧係3蚊一個方嘅。3蚊一個方。咁佢幾時交樓呢？我哋交樓時間咧係2023年嘅一個6月份，咁係成個小區一齊嘅，包括咧我哋嘅綠化、園林同埋啲配套。咁先講到啲商業啊、遊園呢啲，全部係整體一齊交俾我哋嘅。其實咧，佢而家都嗱起樓好快㗎，呢邊綠化都好快。就係咧，佢諗住全部一齊交咧，就會安靜啲，成個小區就會完善啲。而且精裝修基本係拎包入住。一樓盤比較大啊嘛，好啊。咁我睇下啲户型啊，系可以睇翻我哋嘅示范单位，系咁依家咧，我哋系嚟到我哋90平方嘅示范单位嘅，咁咧七栋其实系冇呢个面积咯，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呢个户型，不过咧同我哋嘅101系有少少区别嘅，咁呢个咧系101嘅户型图，可以睇翻咧主人房呢边其实系一个套房嚟嘅，有多个卫生间，咁主人房个面积咧都会更加大啲，系。即係咧，佢而家嘅市民單位得90平方，係101，反而七棟咧賣緊就係七棟八棟就賣緊呢個101嘅，係啊，就會多咗個廁所，會大10多個方啦。嗯，係嘅，咁就參考下我哋市民單位嘅一個格局。咁啱先個交標強同大家講到啦。1米1嘅公仔防火防盗门，4合1嘅置物物物锁，呢啲咧全部都系有齐晒噶。咁入到嚟咧，呢个我哋个鞋柜嘅一个空间系功能化嘅。上边咧系一个收集空间，下边就系一个鞋柜去处理。包括呢个台面咧，其实个空间都好大咯，系随手可以摆得好多嘢。可以睇翻。咁入到嚟我嘅右手边呢度咧，系我哋厨房嘅一个位置。就對比於翻100平方左右、90平方左右咧，呢、這個面積個廚房係非常之大噶，比較實用啲。就睇到咧，所有搬唔走嘅，直接運翻話咗啦，搬唔走嘅全部都係我哋個交標。即係固定噶啦，係呢個冰箱位。定制嘅呢個咧都勉強放到一個，應放到一個雙門冰箱差唔多呢、這個。係可以噶。係完全放到一個。嗯。湯門都有埋。有呢啲都係我哋個交標雙開門。咁出入咧，其實好方便嘅。有啲小區得翻一邊啊嘛。咁出到嚟咧，可以睇到呢個咧係。呢個咧就唔係南北通，叫南向。其實氣體咧都可以話做對流咯，南北對流咯都可以啦。即係其實佢交流咧，佢一個走廊位係通風嘅。係，係坐北向南。呢邊都係正南嘅一個方位。餐廳。係餐客廳嘅一個空間。咁全屋嘅吊頂咧都係我哋嘅交標，三重公寓呢啲全部都係有齊曬㗎。咁瓷磚鐵腳線都係呢個款式同埋花紋。呢邊咧有一個智能化嘅 USB 嘅插口同埋緊急暗料嘅。對應翻我哋嘅物業管家。咁朝南呢邊咧有個1.5米嘅陽台，可以睇翻，其實個空間都好足夠㗎啦。呢邊可以擺翻我哋洗衣機啊、出水口、排水口，呢邊全部都係有齊曬嘅。咁個護欄高度咧都係比較充足。南向101呢個，即係示範單位90啊。係。101咧就可能大少少，參考下呢個間隔。咁好似101嘅總價大概幾錢啊？101嘅總價咧，大概係130萬左右。130萬嗰個南北通咧，即係110平方就多幾萬，係啊。哦，咁可以睇翻，都係做到深開間朝南咯。呢邊係朝南一個次卧，空間都好方正，係標準咧依然係全贈送嘅。如果爭少少，如果我揀，我應該會揀大面積嘅，係110平方，就好似首付3成4成，其實相差冇咁大嘅。唔係啊，你真係爭幾萬蚊嘅話，即係除非冇得揀啫。你如果揀嘅話，首選0104，即係南北通嗰種啦。咁呢個咧係90平方，如果係101咧，我哋入嚟左手邊呢邊咧係會有個衛生間嘅面積嘅，就同我哋101會110會比較相似啲，係。哦，即係呢邊有一個廁所嘅，101個種，唯一差距咧就係個房間大啲，跟住多個廁所啦。係啊。即係呢邊有一個廁所嘅。私密性都會比較高咯。90平方係咪冇貨啦？90平方目前係冇貨。但係買都係買兩個洗手間穩陣啲。係啊，就一步到位咯。其實對於大部分家庭嚟講，要兩個洗手間先可以足夠嘅。係啊。係。你到時買咧兩個廁所，可能都係啊有優勢啊。咁睇翻呢個咧係我哋嘅兒童房，都可以改為個客房。不過咧，其實
依然個失業率都好高嘅。呢度可以做個到頂嘅衣櫃，係咁衣櫃呢個深度咧60公分，其實可以滿足到好多嘅。係你嗰啲西裝咧，直接掛上去都 OK 嘅。係而且咧三個隔層。雖然房間好細啊，但係咧佢嘅衣櫃就加埋衣櫃位咧就比較實用嘅。係啊，仲有小朋友個書台、書架同埋下邊呢啲收藏嘅空間，非常之足夠。我估計個衣櫃咧就利用咗呢縫牆咯，係咪啊？係，即係呢啲多餘嘅位咧。係啊，101，即係就得兩種户型啦。如果係嗰個七檔嘅話，就係邊位一四户型係110平方，中間二三咧係101嘅嗰個户型嘅。咁我哋依家睇翻咧，係我哋一個大面積嘅一個示範單位嘅，可以睇到咧，成個格局係非常之方正嘅。咁主要咧，呢個建築面積係以我哋每一棟嘅樓棟為主嘅，係會有少少一個區別嘅。可以睇到咧，我哋依家目前睇嘅係110方，三房兩廳兩衛，南北對流雙陽台嘅。咁可以睇翻我哋，因為係精裝修啊嘛，可以睇翻我哋嘅標準。咁可以睇到啦，我哋從入户開始咧，就係我哋個交樓標準㗎。呢個咧係公仔防火防盜門，係同有四合一嘅指紋密碼鎖。密碼啦，指紋啦，密碼、IC 卡同埋下邊有個鎖匙嘅。四合一，係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係啊，咁你可以睇到呢個質量安全性非常之高㗎。係咪啲鋁合金嚟㗎？鋼製嘅，咁可以同鋼製嘅，係。咁呢度咧有個重力掛鈎嘅，咁呢個咧就方便我哋個提手嘅一個高度嘅1.1米嘅高度。再買送翻嚟有門鞋啊，攞鎖匙或者比較貼心嘅一個設計。咁入到嚟咧，其實呢個空間係非常之大咯，南北對流嘅陽台。咁呢度咧係我哋個執物鞋櫃，呢個都係我哋個交流標準。呢個大埋嘅，係。個款式花紋咧，大時都係一樣嘅。上邊咧可以有個收集嘅空間，下邊作為一個鞋櫃去處理。咁呢度咧都方便我哋拖鞋嘅一個係存放嘅。呢個入到嚟一個櫃啦，鞋櫃都唔使自己整。係啊，個空間又夠大。咁可以睇翻呢度咧，係一個雲廳嘅設計嘅。雲廳雙陽台可以睇翻咧，呢邊係我哋個餐廳嘅位置。咁餐廳咧，實體樓對住過去咧，係通透冇遮擋。呢邊係咪北啊？呢邊係朝北。即係正南正北喎，呢個差唔多15度嘅一個。即係真正嘅南北通喎。係啊，可以話係。餐廳廚房咧就係北向啦。客廳。客廳同埋主陽台就係朝南。咁呢個擺一方南北對流。呢户型好多人中意啊！好舒適噶，我都中意呢種户型啊！可以睇翻咧，其實呢度咧係我哋廚房嘅位置，咁廚房個交標都非常之高噶，有定制嘅生力嘅廚櫃，咁豐泰嘅三件套，抽油煙機燃氣爐同埋消毒碗櫃，下一邊成一個雜物櫃咧都係我哋個交流標準。三件套，係抽油煙機、煤氣爐、消毒碗櫃，係。系啦，咁廚房個電器比較多。方太咧就喺國內都係屬於一線品牌，啊、比較出名嘅呢、這個。喺廚櫃呢邊做得都比較出色嘅。咁有預有個大冰箱位啦，係雙開門其實都可以滿足到嘅。完全可以放雙開門。呢邊有窗嘅係咪啊？係啊，咁實體樓呢個窗咧對住過去係冇遮到，通透性即係都有個窗嘅。即係而家臨時單位、示範單位啊。係啊。咁呢啲水龍頭啊、洗水盤咧，呢邊全部都係有齊曬。用料唔錯喎。係啊，同埋咧，因為廚房個電器比較多，咪呢啲插頭咧都係大開關嘅，比較人性化啲咯。咁瓷磚咧啲顏色咧全部都係一樣嘅。呢種灰色係咪啊？係，呢個其實比較襟垃圾，又比較話時尚啲。可以睇翻。係咪仲有湯門咧？係推拉門同埋呢度位置咧，都係我哋個交流標準嘅雙開門。嗱，呢啲咧就叫合理嘅設計同裝修啦。出入我哋喺度嗱，洗、切、炒、冰箱，跟住出嚟食飯，係咪啊？係。咁咧就呢邊可以放洗衣機啊，放雜物啊，可以晾衫啦。嗰邊就留翻嚟睇。享受型嘅，呢邊係功能性嘅。嗱，呢個總價大概幾錢咧？呢個？呢個目前咧，如果七棟咧，大概係12,300左右。佢總價。總價大概係135,000-137,000左右，即係130幾萬大裝修，係精裝修。即係我呢排我都揾緊啲筍盤啊！講真嘅，成個珠海甚至斗門，你話交通方便少少嘅咧，應該就好少啦。特別嚟緊嘅2021年係好少話低價盤噶啦，全部貴曬。因為好多個交通路線都開通咗，有啲咧綠化配套嗰啲又話可以交咗啦，可以去使用啦。呢邊可以放洗衣機啦，呢邊放洗衣機或者可以放洗衣機，可以晾衫。
佢天花咪都裝埋㗎。係啊，咁同大家講下我哋個交流標準，全屋嘅天花吊頂，咁其實咧增加咗嗰個層次感咯。咁三重光源、燈帶、筒燈呢啲咧，全部都係有齊曬。咁實體個交流咧，呢度係圓嘅吸頂燈。冇錯。如果中意呢啲大吊燈咧，可以自己換㗎。一般家私家電都唔帶啦，冷氣都唔帶啦，係咪啊？咁呢個係咪隔音玻璃嚟㗎？係雙層中空玻璃。啊，呢度有寫嘅雙層隔音玻璃。係呢個咧都係我哋個膠標嚟㗎，好重手㗎，其實個質量都好高。係咁呢邊咧係我哋個景觀陽台，就啱先講到享受型嘅，可以擺翻個茶具咯。咁呢個咧都係我哋個膠樓標準。呢個安全護欄咧相對都比較高㗎。都非常好啦。一個係透明嘅，安全得嚟咧係透明。係。千祈唔好起牆啊！起牆嘅話就冇。即係遮住曬啲景啦，仲有啲社區咧係嗰啲北掃鋼啊，或者係嗰啲鐵鋼啊，好多人想拆又拆唔到，因為安全問題。即係呢個咧就會比較睇起身有質素咯。係啊，啲景觀又唔會油遮。夠曬大啦，呢個都係數。呢個有米八。米八。嗯。130幾萬買一個，喺珠海買一個精裝修嘅，係啊。係，可以睇翻呢個咧係做嘅大三房一個户型㗎，深開間朝南。就客廳、次卧、主人房都是朝正南的一個方位。哦，這個是一個客房。這個是次卧，那個空間是非常之方正。這邊是南向，是南向的。即是它沒有飄窗的？這個房間是沒有帶飄窗。即是沒有帶飄窗都，不過其實都足夠用的了。窗簾的位置有沒有帶？窗簾位是預留的。預留了，我們去看看。即是到時我們交流就按照這種叫人裝窗簾的時候，可以裝電動的。預留過一個位置，其實你安裝的時候很方便的。很多人用電動的啦，好像酒店那樣，你按個掣或者個遙控就可以方便一點。是啊。一個床、梳妝台夠曬用啦，做個客房。足夠的。咁可以睇翻呢邊咧，係我哋主人房嘅一個位置。主人房係咁，主人房呢邊係個土間嘅形式嘅，個南向嘅呢個南向。咁依家咧其實都比較硬㗎，大家咧可以睇到我哋嘅示範單位，因為係依家係一樓，咁實體樓咧係二樓往上去選擇。依家一樓個采光咧都唔會有遮擋，唔會有影響。係啊，因為佢南向㗎嘛。係啊。咁南向真係好重要咯，無論係自建房又好，或者你係買社區又好，南向嘅咧采光肯定係最舒適㗎啦，通風性又高。咁我哋飄窗嘅面積咧係全贊送，我哋個窗户啊、護欄呢啲咧，全部都係我哋個膠標。大時個顏色花紋就係咁噶。即係呢啲咁嘅安全緊急安全暗料。嗱，我試下，因為佢一個保險嘅嘢。係啊。之前我哋有觀眾問過咧，點解嗱呢個問題我現場同大家夾啊，即係有時候暗錯咗點算啦，係咪啊？咁佢其實佢一個保險嘅喎，有一個保險掣嘅喎，咁你鎖住佢咧。小朋友唔驚佢暗錯咗，即係佢有保險掣嘅，你要打開佢先可以暗嘅，可以暗嘅，係啊，或者你熄翻佢有保險掣嘅，所以咧就會安全啲啦。嗯，咁掹得出嚟啊？之後咧呢度有個掣嘅，嗱呢個咧就網線 USB 嘅一個插口，係。咁呢個咧更加暗料，主要就對應係我哋嘅物業管家噶。咁啱先都問到咧，物業係自己嘅物業，呢個咧喺客廳、主人房同埋咧洗手間嗰邊都會有設掣。SOS 緊急按鈕啦，而家都樓盤都有嘅啊。係，其實都有全部範圍嘅。咁你可以睇到咧，個地板就係咁嘅，實木嘅一個複合木地板，係PVC 嘅定制門。咁我哋個門咧做得比較高，其實都比較大氣啲。係喎，比較高喎。係啊，到頂嘅，預留嘅空間咧。就會舒服啲啦，入到嚟。係，咁可以睇翻我哋主人房呢邊嘅衞洗手間㗎，個空間係非常之大嘅，有啲咧嗰個 BB 嘅洗菜嗰個沖涼盆咧都可以擺喺度嘅。咁水龍頭、花灑、馬桶呢啲全部都係配齊曬，即係依個都幫你搞。係啊，你哋我哋嗰、那個洗髮水啊、沐浴露嘅空間咧，都幫我哋預留咗。而家好多網上睇啲視頻啊，啲裝修都建議咁樣裝修。係啊，但係呢個幫你裝埋，好實用啦。嗯。鏡櫃。係，都可以打開嘅。咁入邊咧可以擺我哋啲梳妝嘅用品。唔錯啊，呢個裝修。毛巾架、紙巾架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個膠標嚟嘅。咁我再睇下呢個客廁嚟嘅，係呢度咧做到係公室分離嘅一個區域，係咁朝早咧，其實如果入邊喺度使用緊嘅話，呢度門一關唔使排隊。哦，係啊，你睇下呢度，係仲多咗個鏡蓋位啦。下邊嘅空間都好大嘅，咁可以睇翻入邊嘅空間。差唔多呢個。
咁到頂呢度咧，除咗通風換氣之外咧，其實都有個取暖嘅一個功效㗎。即係暖風機或者暖霸之類嘅。暖霸嘅，咁因為咧，可能冬天呢邊其實都會比較濕冷啲咯。咁呢個温度咧上升起翻，你小朋友啊、老人家入嚟使用嘅話咧，個温差唔會話太大。幾好啊！睇下佢四個按，係四個掣嘅，照明啊、吹風啊、暖風啊、換氣啊。係。好大聲喎！功能性非常之大，即係佢證明佢啲風咧比較大，因為我開咗啲吹風，如果關咗咧就係一個通風，叫透氣啦，就冇聲啦。你開咗之後咧就會夠力啊嘛，呢個就唔怕有力。真係好大。咁你睇翻呢度咧，我哋作為一個兒童房去設計嘅，你哋都可以舉為一個客房。咁呢個面積其實擺翻個1.8×2.3米嘅牀咧，都係好足夠噶。咁配戴埋呢個大飄窗，實睇咧過去冇遮擋，咁呢個通風采光度都好高㗎。即係呢邊向唯一間細房向北，但係都冇遮擋嘅呢個。冇遮擋。可以睇翻咧，因為可以參考一下呢個設計。呢個房間又細啲咯，做個客房啊。不過咧，其實佢都比較科學咯，就好似衣櫃啊、書台、書架啊，同埋床頭櫃咧，呢啲都可以滿足到咯。差唔多啦。咁呢個做個客房或者。是啊，有長者可以住，又方便洗手間。這個真的，這個總體來說挺好，因為它洗手間裡面比較私密性比較好。藍白通透這個。咁同聲大家咁老友啦，同你介紹下，如果咧依家因為我哋有啲性價比非常之高嘅一個特價房源嘅，咁如果咧我哋購買我哋三里灣嘅一個26嘅一個頂樓嘅樓層嘅話咧，我哋可以申請到18,888嘅一個家電大禮包。頂樓先有。頂樓。即係我哋啱先提嗰個咩四棟嘅26樓啊，咩260104。係啊。即係頂樓先有嘅。頂有。其他冇嘅。咁依家其實個頂樓同之前社區嘅頂樓係有區別嘅咯，依家個防水啊、隔熱層都係做得比較好，而且即係譬如佢咩18樓嗰啲有冇咧？3樓、4樓嗰啲，呢啲目前冇。即係針對係頂樓。係啊，咁全嗰個家電其實咧，呢個會以一個購物卡嘅形式俾到我哋個客户㗎。咁你要購買嗰啲款式啊、大細咧，其實自己可以去選擇嘅。即係咁，佢頂咧有冇咩問題㗎？絕對冇問題，咁大個社區，23棟，23個四個户型個頂樓。即係其實佢頂樓咧就針對做促銷㗎，即係唔係話佢頂樓有問題先會平。只不過佢頂樓係有呢個優惠同大家講一講啫，咁睇下自己選擇咯。有啲人覺得頂樓又價錢又平又夠高，係啊，唔介意嘅話，我相信係有啲人中意頂樓㗎。會㗎。係啊，雖然個天台係公用嘅，但係咧可以。上去曬下嘢啊，可能8月15或者 BBQ 啊，係咪啊？你唔影響人哋唔起建築物咧，都冇問題嘅。係嘅。係啊，係啦，咁啊 ，Nico 都同我介紹好清楚啦。咁而家現時有冇咩特價啊？現時嘅特價房咧，性價比非常之高嘅。我見到都有啲特價牌喺度掛住喎，係啊。大家可以睇翻咧，其實依家我哋會攞出部分嘅一個房源出嚟嘅，因為本身我哋個格價咧其實就好有優勢咧，個價位又唔高。咁可以睇到咧，我哋會攞翻呢啲四棟、三棟、五棟嘅正就係話比較偏高樓層啲咯。咁可以睇翻我哋啲頂樓嘅均價都係11,300到11,400。2601、2604都係頂樓嚟嘅。係頂樓嚟嘅。即係呢個特價，即係已經底價嚟㗎啦。底價嚟㗎，11,000+嘅精裝修。好抵喎！你睇11,300、11,400。係。但係呢特價咪賣得快咧？呢個。基本上可以跟你講咧，呢度咧推出嚟冇幾日㗎啦，咁你可以睇到很多都係貼咗㗎啦，咁可能呢幾日都會幫佢清清埋。即係特價唔係次次有啊，但係佢可能攞啲3樓啊頂樓出嚟咯，18樓都靚啊呢個。係啊，內地人咧可能覺得18唔好，但係反而香港我哋好多香港客户咧佢就唔介意。我之前有個公司係佢一睇18要。如果我買我唔介意。係啊，18啊嘛，幾靚啊18樓你睇下11,700。係，幾平啊！一路化，即係依個咧就係之前嗰啲特價嚟嘅。咁咧你如果係想可能中意自己個 number 數字，揀七棟，可以講係又唔揀嘅目前，因為佢啱開盤啊嘛，啱啱加推啊嘛。個樓層咧係有得選擇嘅。即係我哋呢個視頻一出街咧，就已經加推，我提前過嚟同大家講啊，即係七棟咧就有啱先講嘅就係0104，110嘅平方，跟住0203101嘅。係嘅。咁如果我哋啲香港客户而家未開關，
辦手續方唔方便咧？知唔知持空樽轉訂之類㗎？係啊，咁依家現時咧係比較緊急嘅一個情況嘅。咁我哋針對呢個情況咧，其實都比較做出人性化嘅一個嗰個選擇嘅。咁如果對於因為一次性付客户都會比較多咯，冇錯冇錯。咁如果一次性付款嘅客户咧係咁嘅，咁你當日如果睇啱咗嘅話，只需要交30蚊嘅定金，係咁我哋可以會打出一份認購書㗎啦。咁認購書出嚟咧就已經買物基本上係話初步成立㗎啦。咁認購書咧我哋會寄過去。咁剩低嗰個付款方式咧就係咁嘅，兩個月嘅一個分期咯，就差唔多7日之內咧交我哋部分嘅一個心成，30日之內咧交另外一部分嘅一個心成，咁60日之內咧交埋剩低個40%，尾數334，係就要交齊呢一個總房價嘅。即係7天之內俾30%啦，一個月之內俾30%，最後一個月第二個月咧剩低個再俾40%，係呢個一次性。咁要按揭咧，按揭方唔方便？按揭咧係咁，就係當日交30蚊定金，咁7日之內咧交齊如果係首套咧30%，二套40%咁咯，40%、50%咁去交齊，就7日之內咧交齊我哋個首付，係咁剩低嗰啲嗰部分咧，因為依家都比較特殊嘅，咁我哋咧會做出一個就係咧等到政府通關，我哋再去辦理嗰個按揭。咁啊非常好喎、我相信今年如果真係有機會通關。咁無論你幾月份啦，你先俾訂金，再俾首期，首套房咧就30%啦，比如，仲有70%按揭咧，就等你開關本人過嚟簽。係啊。咁你俾咗首期同訂金咧，佢都會寄個叫認購書啦。認購書，仲有一個草簽資料，呢個咧係郵寄過去俾我哋客户去簽約嘅。即係郵寄到香港或者我香港公司啦，去簽呢個認購書同草簽同網簽一樣啊，其實。係啊。係啊，咁咧都幾好啊。係啊，就對於我哋客户嚟講，對於公司嚟講，其實都係。雙方向嘅一個保證咯。哦，咁幾好喎！即係而家好多樓盤咧，就因為開關時間啊，一直都未確定噶嘛。係啊。越嚟好，而家慢慢啲樓盤啲發展商資金回籠快咧，就都時間唔係俾好足噶啦。係啊。但係好難得咧，呢個盤咧仲係嗱等到開關為止再過嚟簽。係咪啊？都支持啲香港客户過嚟買啦。係咪啊？因為我哋喺香港上市嘅，其實對於香港客户嚟講都比較珍惜啲嘅。即係中山一個新力灣咧，新力翡翠灣賣得幾好，我哋中軒都賣好多啦。係。咁咧嚟緊2021年咧，喺成個珠海甚至斗門嚟講，應該性價比比較高係呢個盤噶啦。係㗎。12000幾大裝修，户型我哋同大家睇過啦，110平方靚嘢。能不通透，品質流。咁最後咧，我哋就轉頭，我哋就同大家再介紹下周邊嘅環境，拍下啲車拍啦。咁非常感謝阿 Nico 同我哋介紹啦。OK， 好，今集講呢度，拜拜。拜拜。